李特吉哈提示你十三章提日节提前人又要打半用之强强八副将也哈罗汉的日子阿萨利亚约翰南的日子二十利亚阿泰亚的日子马西亚舍基利的日子以利沙法招来以他们立约你 他们这片犹大城犹大国上的就此里边人和以色列宗族中到耶路撒冷来三必中在上帝天里而望立足又要打对他们说看那望的日子必当作望先要也和法之所大卫之孙所应许的话要说你们当这样行 知识婆里面人凡安息日真办的三分之一要罢休国门三分之一要消亡穷三分之一要拆基之门中八项要拆也婆婆天的人类六除了知识婆穷之一面人之外不准骗人真也婆婆的天未出他们可以真去认为他们心结 中八相一准受着佛法所分布的切里面人要受中国那边去是回回夫往凡三日天日的必当此事望出日的时候你们当跟随他八里面人和犹太中人都照着此事由犹大日切所分布的基行各带跟安息日真办出办的人来人民 只是由大不起他们下班叫只是由大偏重上帝天里所藏大悲王的长盾牌当牌告给八部众要分派众民朝中国那边去猜猜坛和天那里从天要切到天座站在王子的思维十二意思两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告给他立他作王 又何亚达婆中至教他中人说因王万岁今日阿塔利亚唐间面并照真面王的上任超多面那里真也婆婆的天三看见王针在天门的厨房白虎将和财科的人施立在王座要国面都放落财科要要个创的用各样的乐器 两人个创真面阿塔利亚超市列二部喊叫说犯了犯了十四只是由由打打啊干喝干变的白虎将出来吩咐他们说将他干到办案凡见随他的别用多杀事人未知事说不可差也婆婆天里杀他十五中病超三开用他去 借着望见的马门偏差那里把他杀了十六又也大而中面和王立约又要作也佛法的面十七意思中面都到了巴列庙拆毁了庙大水坛和香要在坛前将巴列的知识马坛杀了十八又也大派干看笑也佛法的天 是在知识里面人笑哈，在知识里面人喺太美盘派差也婆婆听众，就无视律法上所下，跌及于也婆婆先判之，要按大美所天的律，犯落个创十九，就杀立少门，跌罢少也婆婆听的国门，无论为何事，不结枪的人都不尊敬佢，二十。 要率领百户帐和贵胄和民间的群众并跟国众的众民向王朝也婆婆天下来要双门进入王宫立王坐在国美方二日国民都欢乐合上都安全众人已将阿塔利亚用到杀掉